做刚强的人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做刚强的人。好，我们先打开圣经先啊，打开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节到第十四节。好，我们先读第十节。找到了吗？找到上面。哎，不要。这里保罗说什么呢？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我再重复一次，保罗说什么呢？我还有末了的话要说，就是你们呢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那首先我们先理解一下，什么是刚强？刚强是什么意思？刚强在圣经是说到有能力，那么有能力解决事情 ，OK， 有上帝的能力，还有就是身体健康和身体外在的能力健壮，还有灵里面的刚强，这就是所谓的刚强的意思。那今天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做刚强的人比较容易，还是做软弱的人比较容易？哪一个？做刚强的人比较容易，还是做软弱的人比较容易？刚强。有些软弱也是刚强。到底哪一个是从神而来的？刚强。刚强。为什么要做刚强的人比较容易？做刚强才有啊。穿越了哦，拍手给他。来，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，人的软弱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身体、肉体，一方面是什么？灵里面的。那软弱的身体是怎么样的？贫，那有头晕是不是？卡天脚痛，然后没有胃口吃，是不是？身体有病，是不是？软弱，所以哎呀，要去厕所，哎呀，很辛苦哦，脚痛不能坐，这是肉体上的软弱。所以做刚强的人比较容易，还是做软弱的人？刚强的人，刚强的人身体健康，谁造谁挑啊，是不是？所以，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我们看，做软弱心灵里面软弱的人比较好做，还是心灵比刚强的人比较好做？哪一种？也是刚强，为什么呢？有耶稣。耶稣哇，这个很属于来神了。那灵里面软弱的人是怎样的？是很容易受伤，是不是？很容易放弃，很消极，或者说里面是充满着伤害，人家可能说了什么话，不小心得罪他，他就收在心里面，他就哎呀，每一天伤心，不能睡，不能吃，不能喝，是不是？这是灵里面软弱的。还有呢，灵里面软弱的是怎么样？哎呀，神不爱我了，我是罪人。哎呀，我祷告上主，上帝好像没有听我的祷告，很软弱，这是灵里面软弱。这是灵里面刚强的人是怎么样？哈利路亚，是不是？神与我同在，我相信神要赐福我，我相信我的生命是有盼望的，是积极的。阿门。这就是灵里面刚强的人，所以灵里面刚强的人比较好过，是不是？所以做灵里面刚强的人会比较容易做，生活比较开心，阿门。那灵里软弱的人跟刚强的人，他们两种人有什么分别呢？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他们是如何的反应呢？软弱的人遇到问题会怎样？逃避，是不是？逃避问题，不要去解决问题，是不是？遇到问题会怎么样？哎呀，就在那边停在那边了，受伤了，站不起来了。但是刚强的人是怎样呢？遇到问题怎样？解决问题，是不是？刚强的人遇到问题，他就解决了问题了。就算不能解决，但是他也勇敢的去面对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软弱的人会越来越多问题，
因为他从来不敢解决问题，所以他一直累积很多的问题，到最后他崩溃了。但是刚强的人会怎样？解决问题，是不是？什么问题都解决的话，所以刚强的人日子比较好过。所以刚强的人比较容易做，还是软弱的人？刚强的人。告诉你旁边人说，叫做刚强的人。刚强的人，阿妹，刚强的人。那一般人呢，在社会，一般人在社会啊，在工作方面，他们认为一个刚强的人是怎么样的？是啊，有能力是不是？哇，这个我是头家啊，一定是这样搞啊，很有能力，很刚强才能做老板嘛，是不是？软弱的人能够做老板吗？软弱的公司给他全部一下子就倒去了，软弱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一般人都是认为，哦，刚强的人是有知识、有聪明、有能力、能干的人啊。但是今天我要讲的，做刚强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？是依靠神的人。大家说依靠神，依靠神，依靠神的人才能够做刚强的人，因为我们的人啊，不管几厉害几聪明，都会有软弱，有时候会失败，有时候又在好了，有时候又在上上下下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神是要我们做刚强的人，他不要我们活在那个痛苦，活在那个消极方面，是不是？阿妹，那你看起初神造人的时候，人是怎么样的？单纯的。是怎么样的？单纯。什么？单纯的。单纯的。单纯的。神圣，神圣，神圣的。那起初神造人的时候，是按着他的形象造，是不是？但是人犯罪过后怎么样？就堕落了。堕落过后呢，就很多那些消极的思想进来，信心开始没有了，开始绝望了。那神是按着他的形象造，所以我们人呢、啊，是有神的形象的。神的形象是荣耀的，是刚强的，阿妹。所以你有神的形象吗？有。所以你刚强吗？刚强。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有一个转变。我们不要以为，哎呀，软弱很容易，一下子就软弱，我很难刚强，很难刚强。不是的，我们有神的形象，神不要我们软弱，他要我们刚强。那今天我要说，我们要依靠神，才能够做一个刚强的人。因为我们的人啊，实在是有软弱，有软弱。我就做一个比如来看，那大卫王啊，如果你读圣经，你就知道，大卫王他是不是一个好的王？是好的王，聪明，有能力吗？有能力。但是他死后呢，怎么样？以色列人跟着灭亡。接下来的人灭亡，那大卫王之前是谁做王？扫罗做王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扫罗会做王？为什么？上帝选他，是上帝选他吗？错了，是人不要上帝做王，投诉说删了，我不要你做王，我要我们有自己的王。结果上帝就选一个扫罗王给他。那你知道扫罗王做不多久就跌倒了，但是神还是没有放弃那些人，还是选一个王，他们大卫王，好的王，但是也是怎么样，也是跌倒。大卫王几厉害都要死了，你还是有戏吗？搞笑你的戏，只有神会死，神是会死的，会死的不叫神啊。耶稣为什么会死？是替我们死，他其实他不用死，所以我们要依靠神，才能够做一个刚强的人。那我们一生啊，从小到大，哇，这条道路是很长很长很长，是不是？如果你靠自己走，你知道你会走得很辛苦吗？你从小到大，你不知道你知道你遇到的问题有多少吗？很多是不是？算不尽，你都忘记了，有一些已经过去了。如果你靠你自己走啊，哎呦，
你很快就放弃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人细汉就到这，惊读册读无够，啊，到出来找无工，是不是？啊，讲到变化到你啊，换牌的啊，找到工安怎？找到工作了安怎？银行不是空空，我看到你了安怎？看到你了，大波要娶我，啊，那查某就要上边嫁人，是哦。今日阿公讲，鬼无路干，无路你就乞坑。虽然路难乞坑，但是佫决定生一个囝，作业接班。走，一天啊过一天，发觉到家己年纪慢慢大了，老了还袂做干。心想讲，哎呀，囝大汉了，啊，心想讲，希望囝慢慢大汉，读册了，慢慢去做干。我咧在做父母的，点点去烦恼伊囝，哦，惊讲伊囝饲料伊无采工，啊，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问题交给上帝，对不对？依靠他，依靠他，有上帝的同在，任何的问题都不相干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我们好，所以有上帝的同在就不相干，不用怕的，所以我们不要靠自己。不要靠自己，要靠我们的上帝。阿门。有上帝的同在就不相干。跟你旁边说不相干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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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怎样做刚强的人？非常重要。要怎样做刚强的人？靠主的大能大力，才能够做刚强的人。靠自己很难的，很痛苦的。神的能力是怎样的能力？大能大力啊！来，我们看经文。刚才圣经怎么说呢？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神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神的力，神的能力有多大？神的能力多大呢？大概就不能够叫死人复活，天地万物、太阳、月亮都是他创造的，是不是？他是很有能力的，所以我们不要靠自己，自己的能力是很微小的。是不是？从你的家里靠你自己走路来比较容易，还是驾车来比较容易？驾车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有谁这么厉害啊？啊，走路来教会的有吗？很附近有啊，很近有。神是大能大力的，有能力，我们靠着他，我们才能够做刚强的人。阿门。阿门。那这里所讲的靠着主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常常在主里面亲近神，你几时怕，几时软弱，几时遇到问题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，你再次思想上帝的应许。上帝的话是会改变，他说赐福你就赐福你，他说你祷告他就垂听就垂听，你就照着做就对了，就是这样子。神标你很厉害的啊，你很厉害的，你就不需要他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靠着主才能够做更刚强的人。那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能力的，每一个人都有，但是许多人他不知道啊。我的妈妈最近信了主啊，信了耶稣，那么这几天她生病啊，生病，那么我就故意跟她祷告，我要告诉她说，哎，你信了主，哎，你要依靠神，自己祷告上帝一定医治你的。但是他就不听，心灵软弱，一直吃药，吃药更惨。哎呀，结果我看得很不忍心，为了祷告，祷告了后就来教会教书啊。教书了，一回去的时候，他看见我，第一句话就说什么？哇，如今你读书啊，滚啦不？他说啊，当那鬼人请那当呀，当头那铁天被叫倒了，你看老滚啊！你搞几多鬼佬？哇，亚双你要是记得，没？亚双你要是记得，神是真神的，不是开玩笑的神，是假的，是真的，他真的会医治你的。那我就跟我的妈妈说，不是我滚蛋，是外亚双滚蛋，阿妹。亚双滚蛋，对了，亚双滚蛋，阿信哥。
啊？什么什么人啊，才有资格领受上帝的大能大力？什么样的人？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领受上帝的能力？什么样？软弱的。阿们。软弱的，来，我们来看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阿们。你不需要读到十个钟头的圣经，祷告一百个钟头才有能力，不用的。神的能力在哪里？在软弱人的身上，是不是？你是软弱的人吗？是，你是软弱的人，所以神的能力一定与你同在的。我为我的母亲祷告，不是我有母亲我烂，是上帝的能力，就是要在这些软弱的人身上展现出来嘛，是不是？神也爱我们，阿门。开始为我们上帝。许多人不明白什么是叫做恩典。很多人说，如果你工作赚来的钱，那个叫做工钱 ，OK？ 那你什么都没有做，但是那个人愿意帮助你，或者是给你一笔钱，这个叫做恩典。恩典是你不用努力就可以得到的。上帝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要给我们恩典。我们的能力有限的，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啊，但是上帝他知道。所以他把恩典赐给我们。那我解释什么是恩典，就比如说有一个乞丐的人摸鼻架，所以我看到他，我就拿饭给他吃。他没有为我做工，为什么要给他饭吃？是不是？我给他吃，这个就是恩典。同时呢，也是说我把我的能力给他，我有买饭的能力，我有赚钱吃饭的能力，所以我给他。所以恩典其实是说上帝给你能力，当神说我给你恩典的时候，也是说我把我的能力给你，当你遇到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，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我的能力是够你用的。阿们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，刚强的基督徒，他必须呢，同时也是一个软弱的人，是不是？神的能力才在他身上。阿们。所以什么样的人有资格领受上帝的能力呢？他一定是要一个软弱的人。那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解决我们软弱的问题，对不对？那请问基督徒还有软弱吗？啊，没有，有是没有，有没有？有。哎，耶稣已经解决了软弱的问题嘛？比如说有的，有是没有？有。再问一下就没有了。有。耶稣他来到世上有解决我们能力的软弱的问题，同时我们还是有软弱，对不对？但是神怎么样，把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？阿门。所以你听这首歌吗？我不大会唱，好唱给你听的。软弱的我变刚强，是不是？贫穷的我变富足，瞎眼的我已看见，因神为我成就美事。阿门。阿门。开始唱来。是的，神没有拿走我们的软弱，但是他把我们软弱变成刚强，刚强，所以我们是刚强的。你不要觉得你是软弱 ，OK？ 那我们看保罗来说，我们看最后两行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保罗做见证说，我几次软弱，几次觉得不能的时候，我就变成刚强了，因为上帝与我同在。阿们。上帝是这样爱我们。如此看来，啊，软弱的人能不能够变成刚强？这是来问你们问题。刚才我说，什么
资格领受上帝的能力，软弱的人。现在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领受上帝的祝福？软弱，头到尾软弱，软弱。我们来看啊，缺乏，每一个人都是缺乏的。好，缺乏的人，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领受神的赦免呢？啊，罪人是不是？神就是这样爱我们，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所以你不要相信什么因缘果报。哎呀，长啊，我活着，我今天有这个命运报应。我以前是佛教徒嘛，我还念经，我的家是安公金嘛。我活着，我就是很失望。为什么人活着就是生老病死，因缘果报，要还前世的债，还我不知道欠什么债。结果才知道耶稣拿掉我的债了。是不是洗净我一切的罪了？我不用下地狱了没？我不用吃苦了没？大家看，什么人样的人才有资格领受神的医治啊？受伤的人，受伤的人。啊，什么人？不肯吧？什么人？啊？啊，神的话要敢敢答，啊，敢敢讲，乱乱讲不要紧啊。会是神的话吗？你不会牧师教你，但是骂人的话就不要乱讲。但是很多人神的话不敢讲，哎呦，怕讲错。但是骂人的话他很厉害，我操！什么样的人？有病的人，有需要的人，心里有病的人，没有。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领受神的释放？谦卑，被捆绑。被捆绑，不要紧，再来。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被神使用？忠心、顺服，还有愿意，还有软弱，还有。我去 SP 讲道，他们说红萝卜给狼。找给我看，我比较配吗？不是吗？全部人都是配的，是不是？不配是不是？全部人都不配是不是？配的配得上帝用的人在哪里？不在，从来没有这么人，他是在配上的人，是不是？所以神用配的人，所以你不要怕用神不用我，不用我，不是神用一个人的 ，OK？ 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领受神的爱？啊？爱神的人，爱神的人，还有完全交托，完全交托的人，还有所有的人，规矩，你130，每一个人，不只能做钢神的人，我们再来看，要穿戴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。什么是魔鬼？魔鬼是害人给病的，你不要以为上帝要惩罚你给病，不是。魔鬼是要破坏你的婚姻，破坏你的工作，破坏你的健康。所以耶稣每次跟人家祷告的时候，奉耶稣的名，魔鬼离开，那病就好。所以要穿戴全副军装。什么是全副军装啊？军装是拿一个什么打仗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枪，然后有帽子，是不是？然后有什么？那个什么北丹衣啊，是不是？哦 ，full set 的，是不是？神给我们的是什么 ？full set 的，不是一个，是不是？他不是给你一支枪，就没上手，那子弹来的时候，你完蛋。神是这样子的神，神给你的是全部的，才能够抵挡，是不是？我们看圣经怎样讲，所以要讲穿戴神赐的全部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所以我们不能够脱下。那什么是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呢？这是穿戴神所有的能力。神给的能力不是一样，是完全的，大能大力的，是不是？神给的祝福是一个一样的量，怎么样？完全的祝福，不是一样祝福，而且是永远的祝福。神给的应许多少？圣经里面所写的，是不是？是多少？神给我们的应许
就完全了。神没有少给力量啊，所以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不要 complain 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啊，不是，不是，啊，有时候是我们误会啊，有时候是我们不相信，所以没有得到，不是上帝没有给我们。所以有些人，他知道上帝爱他，上帝要祝福他，但是他就是不相信，不愿意穿上，是不是？啊，有一个小鹿啊，老鹰，问他的妈妈：“妈妈，你的脚很美肉，很大只，很大，你的身体又很大，跑得比狗更快。”那为什么你一听到狗叫的时候，我就跑，你看跑呀。那么鹿妈妈就跟他的孩子说：“哎呀，你说的一切的优点我都有，但是就是奇怪，我一听到狗吠嘛的，就啊，我操，牛逼了。”他知道他有的，但是为什么他又做不到？怕。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做刚强的人？怕，惊。最怕，你们看圣经讲，在箴言书，最怕人的陷入罗网，谁的罗网？魔鬼的罗网。唯有依靠耶和华的，必得安稳。最怕带来的结果是不好的结果来的，是破坏的，是魔鬼的工作，所以不要怕。告诉你旁边的人，不要怕。不要怕。有些人怕，怕什么怕？怕什么？怕电脑，一直不敢学电脑啊。有些人怕什么？怕水，就不敢游水，怕啊。还有些人怕什么？怕输。有些怕什么？怕没钱。怕老婆。怕吃苦。有些人怕什么？怕问题。有些人怕什么？怕别人看不起他。有些人怕什么？怕祷告，所以他祷告是小声，骂人的时候大声骂，祷告是小声，骂人的大声，没有声啊，没有声哦，没有声，没有听啊，阿门，我跳不掉，是不是？怕祷告也是有的，还有什么？怕侍奉神，哎呀，侍奉神了，我要付出啊，要牺牲，有些人怕什么？怕麻烦啊。啊，不要帮人，怕是够高有啊。有些人怕什么？怕没有时间了，不行，是不是？上帝有给你时间吗？有吗？但是你说没有时间，是谁讲电话？神明给你时间，你说没有时间，奇怪，是谁讲电话？魔鬼，魔鬼，讲没有时间的是魔鬼啊！OK， 不要讲没有时间，你讲，叫我教你，你说。我呢，如果安排我的时间，我就有空的。啊，所以你们怎么有空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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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天了呀，我给你。所以牧师叫你说，侍奉神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空？有。有没有？有的举手。我全部有的，牧师说，要敬你们。啊，教会的很有空的，我问他们有没有空说，有空，有空。啊，要敬你们啊。OK 啊。神要他依靠，他就怕依靠神了。为什么怕依靠神？哎呦，依靠神要听神的话，要一直祷告，要忍耐，要等等神的时候，几时把那个钱从天上掉给我？不知道，怕依靠神，所以你们不要怕这种命，怕是魔鬼的诡计。彼得就是怕，他跟随门徒的，跟随啊，所以跟随耶稣的。但耶稣被抓的时候，他怕了三次。不认耶稣，掉入魔鬼的诡计。十个探子也是，哦，摩西派十二个人去探那个敌人的那个地方，看看那里的地方是怎么样的。结果十二个人回来，十个叫什么？哎呦，那里的人很大只啊！我们只要打得上他，打得上他们，我们好像长眉弓这样子啊！哇，神的叫我们去那边送死啊！哇，神听到这句话。神就说什么呢？我按着你口中所说的成就，西格亮。啊，上帝，不要开玩笑啊！神真的是不是开玩笑啊？在外国，我忘记他叫什么名了、啊。他是一个乐团的高手来的啊。他说我比耶稣更著名。我今熬这个笑容表情，啊，
所以得罪神啊，不得了啊，要跟上帝开玩笑啊！我的家是按公斤啊，我踢球天哪的公苗兵啊，我不知道啊，不是，我这其实真正的神啊，你这样子得罪他不得了，神是圣洁，不是开玩笑。那他们埋怨就完了，以利亚也是。为主传福音，哎呀，很多人都信神，但是因为他，开火热侍奉神，所以呢，那个王就怕他，就想办法要害他。结果呢，他突然间信心又很弱，跑到旷野去埋怨神，神啊，你看我侍奉你，那些人都杀我，所以惧怕带来的结果是什么？埋怨上帝。扫罗王也是啊。敌人 要打他了，他就怕，快点跑去献祭求告神。但是神之前已经告诉他，你不可以献祭给我，我捐钱的人才可以。但是他就是不听，怕敌人来了，哎呀，他没有献祭，神没有帮他，不是。结果他就得罪上帝，啊，他怕人不怕神，怕敌人不怕神，结果就陷入罗网。接着。要怎样做刚强的人？要站稳，告诉你旁边的人要站稳。卡不稳，卡在在，看我们的多了啊！所以站稳很重要了，站稳很重要了，站稳很重要了。有些人他不认识神，我跟他传福音，他信了主，信了主他也去教会，不去不久了，而神帮他，神供应他，开路给他。而且他很快又在跌倒了，站不稳，一下子就离开教会了，一下子离开教会。我们要站得稳，运用什么？军装是什么？能力，运用神的能力，就能怎样？让神什么成就一切在我们身上。你站得稳，神要把一切赐给你。神要成就美好的事情在你的身上。阿们。来，我们看这个经文。以弗所书六章34节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要站立得稳。所以呢，要站稳，然后用真理当。要用什么？当作带子束腰，用真理啊！啊，这是神的话。用公义当作护心镜，遮住你的胸。穿了还要站稳稳。如果站不稳，我们一切过去的努力也白费了。哦，有一些牧师很有能力，我会祷告那个人的眼睛，家人都看见。cancer 都不治，但是比牧师自己跌倒啊，离开上帝，很可惜啊，是不是？神就是要使用每个人，但是所以我们要弟兄姐妹，不要站立的稳，不要轻易的就这样子后退跌倒，站立的稳。那为什么神要我们站立的稳？他要我们胜过一切。为什么神要我们胜过一切？因为他要成就。一切的祝福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来看神的心意是什么？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胜过一切，领受他一切的祝福。神的心意是什么？他不单是要我们得胜，他要我们凡事都得胜。神的心意是什么？他不但祝福我们，他要我们凡事都得到祝福。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他不单是要成就美好的事在你身上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他乃要怎样成就一切，所有有关你美好的事，他都要成就在你的身上。神的心意不但是要我们得到医治，他乃要我们完全得到医治。在 SB 有个姐妹还没有信主之前，左脚烂好了，右脚烂了，右脚好了，右左脚烂，哇，我赢了，传了，
结果那边的弟兄就跟他讲，耶稣用医治你，你来信耶稣，你来教会我，我们一起为你祷告。结果怎样？完全得到医治啊，妹。这就是我们上帝。好，现在的人啊，是要吃快餐的、啊。一提拔呢，嘿，我提拔了，马上好了，我有我的话呢，是不是？有一些人呐、啊，真的是有一些人一次过，啊，有一个姐妹也是子宫癌，上帝的医治是完全的，连她的近视都好去，是不是？上帝是这样信实的，你有没有信心相信他？你有信心，你用信心相信他，上帝成就，感谢主，阿门。神的心意是什么？不但是要赦免我们的罪，乃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你一切的过犯，一切的罪孽，他都给你洗干净。用什么洗？快白啊！去这个山上找一个比较飘、比较便宜的啊，好比那些谁花这样子谁啊？不是的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流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，是不是？只有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罪。以前我以为做好事才能够洗净我的罪，杀了一个人，放生一百只乌龟，可以烤了吗？你包了没有？没嘛，是不是？没嘛，做好事不能补的嘛，做好事就是做好事，做坏事就是做坏事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简单。所以耶稣知道我们做很多坏事，他是神，他替我们死，所以我们一切罪都要赦免。他不但要释放我们，乃要完全的释放我们。以前我们只有吸烟，哇，吸十多年了，我一没有吸烟了，我就手抖啊，老皮最老皮，你不修啊？哇，医生说吃这个骗人的。我去到教会啊，叫牧师过来祷告，留那个东西就好。我的意见不一样。我的家是浙江的，叫浙江人，浙江都说得很硬。你问这个我给，我给。完全得到释放，一切不好的习惯，神不但要破除我们的罪的咒诅。什么是咒诅？衰呀、啊！难怪你挖球球都挖堵了，吸堵了，很衰哦。是不是？你做这样努力做工，那钱我还拿去看医生，不周足了吗？哦，要奉耶稣的名斩断了，怎样医都不能了，只有上帝怎样把你变成心脏。对，神的心意是什么？不但是要听我们的祷告，乃要怎样？听我们所有的祷告。有些人说上帝听我这个祷告，他又不听我这个祷告，他又听这个不听的。你讲什么话？神听所有你的祷告。你说神没有听你的祷告，是你故意祷告，是你乱乱祷告。神听你一切的祷告。跟你旁边说，神听你一切的祷告了。神听你一切的祷告，不是听你的祷告了呀。你的祷告了吗？有没有祷告？神不但是要供应你的需要，他乃要使你变成富足，所以信主人都要喝血。对，神的心意，哇，好美妙，可以烧的。不但要我们身体健康，他也要我们心灵的健康的。是不是？所以有些人已经病到那个地步了，心灵都脆弱了。哎呦，我们在外面拍你啊，我走来安静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其实神啊，真是很爱我们。他要什么？他要我们怎样？以后去他的国的时候，永远不会再死了，也不会病痛了。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地方了，
你眼睛一关，你去那边，就哈利路亚，哇，平安。一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就闻到香味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这个地方是什么？闻到那个什么大那个枪 enemy 啊，哇，那怎样能住？是不是？他不但是要我们得着生命，他还要我们得着永恒生命。他不但是要爱你，他乃是要怎样？永远爱你。哇，我们的神永远爱我们。有些人结婚，我就永远爱你，结果喝酒就不一样。那太冲动了。神永远爱我们。神的心意不但要赐给我们力量，他乃要使软弱的变为刚强，使我们蛮有能力，是不是？所以蛮有能力这首歌不是唱爽不了的，真的蛮有能力了，阿妹。神的心意不但是要使用我们，他乃要怎样？大大的使用啊！大大的使用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配的，不用讲了的。但是神是愿意大大的使用，所以我们讲啊，拿取全副的军装，领相信，完全的领受神的能力，神的应许，让神成就一切，一切不是一个，一切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要站立得住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神就是这样愿意的祝福你，把一切的福气倒在你的身上。做刚强的人比较容易，还是做软弱的人比较容易？刚强的人比较容易，所以听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难的是谁做？上帝做，容易的是谁做？我们。所以听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更容易。更容易是不是？听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更容易是不是？谁告诉你听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的？魔鬼啊！魔鬼啊！在谁说？惨了，不是我讲的。世界告诉你说听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所以你是难。啊，难了，真的难了。神明明，神就是很直接的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在他凡事都能做，哎，凡事都能做嘛，不是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嘛，不是？要怎样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？坚持是不是？坚持的每一天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。什么样的人有资格领受上帝的大能大力啊？神的大能大力在哪里？在谁的身上？软弱的人的身上。你软弱，上帝的能力就在你的身上。第二，要怎样穿戴全副军装，领受上帝的能力、上帝的祝福？不要怕，怕就不能够抵挡魔鬼了。用信心相信神的话，不是相信自己。如果相信自己能的话，你早就已经能了。OK， 是不是？相信上帝。第三，站立得稳。站立得稳，上帝就把一切的祝福成就在你的身上。上帝就是这样爱的。上帝就是这样。所以定起来容易，做起来。对，我们站起来。